SSD 是什么？固态硬盘是固态驱动器的俗称，它是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硬盘。英语里把固体电容称之为 SOD， 所以固态硬盘又叫 SSD。固态硬盘在接口的规范和定义、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完全相同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完全与普通硬盘一致。固态硬盘被广泛应用于军事、车载、工控、视频监控、网络监控、网络终端、电力、医疗、航空、导航设备等诸多领域。与机械硬盘相比，固态硬盘体积小了很多，重量特别轻。SATA 接口的固态硬盘只有 2.5 英寸， M.2 接口更小，而台式机机械硬盘就要 3.5 英寸，所以使用固态硬盘的话，能节省不少的空间。